应该挺好站站。等一下，是笨蛋的吧？看椅子照着的。你们有多少人来？没关系，你们先走。九台游览车。九台游览车啊，那有多少人？是多少人？九台百五百多个人来哦、喔。哦，今天呢、喔？哎，哇塞！这东西你来玩吗？对，文山，我们还有，多棒！还有宝山呢，嘿，多少公顷啊？九台、十台游览车，它一共有多少人受害啊？193公顷。193公顷，有多少农民？农民多少户啦？不晓得。多少受害人是多少？他分配，如果被征收之后，他分配出来是公墓，是墓地，说农民只能分到墓地的地方，所以这很不公平。给他收那个。来，你继续讲。你赶快讲，给他征收农地，结果要放出来是分配到的是墓地，觉得很不公平啊！分到的土地比例才10%，什么农地会变墓地？我没有听懂哎。不是农分配，他给农民的比例的地是墓地。对，分配到的地是墓，是公墓地。公墓那原来的公墓怎么办呢？公墓那个要旧龟那些要旧骨就要清走了。人民要去住那边那个地区，最可怕。对，怎么能住人呢？就不能住人，对，要抗议，出来抗议。那有多少户？户数啊？户数我是不清楚啊，193公顷。那有多少人啊？哎，我问，我在。我再问一下会长，会长举手，我刚才给他加名。会长，多少人啊？主办单位比较知道，他们有收集资料。这都是我们的，这都是宝山自救会，这都是我们的。哇，还我农权，这也是你们的，这都是。好漂亮，这都是，这些来，这些都是。这些都是，现在呢，后面这还是这都是胡志强，这都是我们的，我们是台中市民，那很多人呢，很多人啊，影响很大。台中市里面有农地啊？不会吧？我们那本来就有一个工业区，台中工业区，他现在又要开发一个甲种工业区，那是生产毒气废气。要把你们的农地去生产毒气废气，生产炸药，其他什么硝酸呀？嘿，那要做甲种工业区，对，它生产什么硫酸、硝酸，还有是台中市哎，问题是你说是台中大肚，我们那他为什么要在台中宝山里大肚山？都是，它本来就一个工业区的台中工业区，它还要再开发一个甲种工业区，这甲种的意思就是生产毒气的，最毒的东西，像盐酸那些火炮有没有？烟火啊，炸鞭炮那种，还有。再讲。还有硝酸啊，盐酸那些最毒的东西啊，指甲油那些啊，反正就是化学的东西，还影响水源。那已经85年，是说要甲种的，是现在才开始说要，还是85年就说要了？积极说要征收了啊，85年就规划，但是现在积极要征收。哦，这样 OK， 好，谢谢啊，不会。